咱们呢讲究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切肉片啊，肉片里边讲的就是顺切鸡鸭，斜切猪，嗯，横切牛羊。咱们今天这个猪的这个东西呢，咱们呢斜切，斜切这一点，咱们把它切成这个，嗯，切片是吧？对，能够切成这个金钱状的小片，在水里头泡一泡。嗯，为什么要泡一泡？嗯，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它呀，这个色泽更加洁白，去点血污哈。哎，另外一个吃起来它也不回腥。嗯，肉类是补充铁质的，让咱们这个肌肉啊更加有力量。所以优质的动物性蛋白对于老爷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红肉必不可少。对，要不容易出现那种老年性的缺铁性贫血。对。